SGO 日服圣诞五期复刻活动日前已经结束，大家也开始展望今年的圣诞会呈现什么样的内容。而日服 Wiki 网站 APP Media 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次2020年圣诞老人期望投票调查，投票结果已经在11月4日公布。在8452位玩家的心目中，大家最期待哪位从者当上今年的圣诞老人呢？ No 0.3 安纳斯塔西亚573票 6.8% 的票率。无论是泳装还是圣诞活动，不少人都希望皇女能当上主力角色。虽然今年的泳装活动已经没希望了，但是圣诞节也很符合皇女兵器的特性啊。而卡多克在 2.5 之后也上了加勒底的船，玩家们挺好奇他如果看到圣诞版皇女会有什么反应。 No 0.2 恩奇都623票 7.4% 的票率。恩奇都的人气本身不低，去年剑指阿福在圣诞节时装之后，很多玩家认为即使是性别不明的从者应该也有机会当上圣诞老人，加上从宫岭艾蕾与蛇神都在圣诞节活跃过之后，同样在乌鲁克篇章登场的小恩想必也是有机会的。 No 0.1 埃列神机加勒776票 9.2% 的票率。第一名是艾蕾酱，人气毋庸置疑。艾蕾在 FGO 中原本就是于圣诞节时装的从者，今年成为圣诞老人就再好不过了。想想去年一整年都是伊斯塔的主场，今年也该轮到艾蕾了吧。许多玩家期盼时装圣诞艾蕾之外，也希望本家枪职能强化一下，今年能够梦想成真吗？以下是第四 Q 的第十名从者。第四位是海伦娜，因为接机早早时装圣诞版的缘故让人挺在意，另外小莫的呼声也非常高，麋鹿则是因为非常洗脑的圣诞歌，至今仍有很多玩家希望跟真正圣诞的麋鹿一起在游戏中欢唱。第 11Q 的第50名从者。以上是前50名的排行榜。版本夫妻大概是因为阿龙小姐可以扮演驯鹿 X。双子座有波吕克斯这个妹妹。另外小王子的名次也上了前50。可爱度非常吸引人。除了小王子之外，男性从者票数较多的人还包括金闪闪的14票。至于小贝、哥伦布和王哈都是9票。素材兑换券排行。